两桶六块炸鸡。对，买一桶六块炸鸡桶，还送一桶六块卡拉腿排桶。三商炸鸡出奇招，改名后买一送一出大绝。这个炸鸡买一送一啊，对。然后他们从三那个改名字了嘛，来吃吃看。我吃炸鸡，我都吃他们家的。拿破里披萨一直被民众称为被披萨耽误的炸鸡店，光靠炸鸡就有忠实饕客。裹粉的新鲜鸡肉丢进高温油锅里炸，15分钟后表皮金黄酥脆，炸鸡起锅。剥开鸡肉，热气往上窜，一口咬下皮脆，嘴里满满鸡汁。拿破里招牌炸鸡独立门户还改名，赶在三商餐饮11月底挂牌上市前大动作，更名为三商炸鸡，打响三商名号。欢庆改名，一连19天推出炸鸡买一送一，还有新品葱香蒜辣鸡柳条尝鲜价。跟之前的有没有差异性？看起来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啦，大小差不多。三商炸鸡又会抢势，掀起台式炸鸡大战。顶呱呱推出双11派对餐，餐点有炸鸡、鸡腿、鸡翅，还有招牌呱呱包、鸡块、薯条跟可乐，一口气把到顶呱呱想吃的都放进套餐里。这样子我觉得还蛮量还蛮多的。对啊，可是价格可能就是有点偏高。激光香香鸡，数十种新香料腌过的鸡肉块，现点现炸。鸡肉外酥内弹牙，搭上世界棒球12强，顾客吃必胜餐就能吃到。三商炸鸡改名豪迈，买一桶送一桶。其他品牌跟进推活动，炸鸡控最受惠。东森新闻 SNG 游具勋林天进崔文佩综合报道。